呢。一生赚钱想云霄，勤工盼雨照大地，祈求我们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做这个编辑，来举办这个活动，
那么咱今日啊，这个活动呢，是叫做啊，养地兴农丰盛季哦，是咱第三届的全国多民哦金标赛。那么咱平平呢啊，有来了啊，咱立法院啊，好对接啊，立法委员，以及啊，咱高雄市议会啊，副议秘书。啊，单纯理性些，搁有咱地方议会非常优秀，咱在地所出身的这个好朋友哦，议员啊。啊，真欢喜吼！啊，咱国民比赛今年是第三届，那么有当时啊吼，啊有真侪人在问我，啊，问讲啊，咱生命中。为什么会来举办这个啊国民比赛？应该这个啊项目呢，应该是建立在了举办，可是那招来的咱村民中，哦，这有那一段啊根源吼。那么这个呢，是透过咱实践大学哦张景南啊教授，以及咱台南大学哦的这个教授哦，把咱协助。叫咱教育部来申请，哦，所以才有这个啊国民比赛，哦。那么感谢大家呢的光临。那么我嘛希望讲未来咱青云乡针对啊咱青龙养地，哦，伊的现场所举办的这个活动，会当搁较活泼，哦，就是讲伫要落举办现场的进行三个月。咱来先举办，另靠公告，哦，另靠公告，先来举办三个月，哦，那么每一个办一场，哦，我有听的，啊，要先来请咱暨南大学啊陈义峰老师哦，先来讲，哦，我有这个有听，哦，啊未来呢，有机会，我会继续啊来请咱即马目前啊屏东县政府。啊，文化局长，哦，来有那来咱庙口来广告，哦，做一个系列，就这个，哦，广告，会当予咱的活动呢，更较活泼，哦。那么有真侪人可能对咱啊，金融养地呢，哦，伊的来历可能较无清楚，所以我比较利用啊，简单啊，较短的这个时间。哦，来甲大家做一个介绍。啊，未来呢，啊有机会，哦，咱请咱啊陈文忠呢，啊咱安大树呢，安大顶呢，哦，较好来甲大家做一个较详细的报告。哦，针对宗教的意义，哦，针对宗教的意义是安怎演变啦？那么啊，咱新农养地呢，啊，伊出生啊，对咱。湖北省，吼，的这个泉州，吼，湖北省的泉州。那么，啊，伊这个翁仙呢，吼，翁仙辟邪之君呢，也是伫咱湖南省的这个泉州，吼，湖南省的泉州杨百元，吼，是迄个延宁县泉州市的杨仁官。那么啊，咱的师长呢，就在讲是一位奇人呐。听讲哦，伫咱伫观音寺内底做看过，伊是太阳神哦，太阳神来转世。所以呢，啊，咱的师长呢，啊，伊出世呢，啊，三日就会当讲话啊，出世三日就会晓讲话。那么五个月呢，就会晓读，五个月就会晓读。七个月呢，啊，就较脆皮啊。所以呢，伊是三岁时阵，就啊，真实在这个农事哦，农业的这个工作。所以啊，尾啊，哦，所以咱他完全伊是新农，哦，完全伊是新农。那么伊出世呢，到伊翁仙呢，啊，都好140多岁，哦，伊出世啊到翁仙呢。大概一百年。
那么以前边呢，为着要避人呢，啊，治这个大草，哦，治这个大草，咱会当借一本哦，一笔钱呢，那前边一家中毒，啊，那几十块，哦，那前边中毒一家呢，啊，那几十块。那么所以呢，啊，到尾啊，咱有分号到号到啊，新农地草金哦，神农百草金，哦，内底。啊，总共有360多亿，哦，分到哇，这个养生科学温寒热，哦，热，哦，分到盖得少，哦，所以这是啊，对于啊，咱后来的人有真大贡献，哦，啊，所以要讲伊的历史，哦，讲起来爱短短的时间，我曾经捌看过吼。对伊个生平吼，写春节写三十万字，我看看你那看，哦，所以有机会啊，咱个就继续哦来介绍啊，咱个新农养地。那么咱个新农养地呢，到目前呢，到今仔日是5336户。那么咱个新农呢，按大陆福建。啊，这个山区呢，啊，来到咱大城呢，啊，建立到今仔日是318年，哦，318年。那么咱的啊，新农养地时代，哦，是母系社会，是母系社会，哦，所以啊，迄阵呢，无瘟疫，哦，所以咱，恰到咱那边地区。哦，有讲就讲咱上早期的文字是啥物？就是象形文字。哦，就是讲，迄个字就是先迄个迄人物件。那么咱的历史记载呢，那是按黄帝，哦，按黄帝开始。那么黄帝呢，哦，到今仔日呢，是4710年。所以呢，啊，黄帝是咱咱。新农哦，1524年，哦，1524年，哦，这是我直接啊，今日的开播呢，啊，直接甲大家做一个啊，简单的这个介绍，哦，介绍咱新农哦的这个概念，哦，直接哦甲大家报告，哦，啊，未来有机会哦，咱再来讲一寡哦，有新节，啊，甲新节。哦，比较非常感谢大家，祝大家啊身体健康，家庭美满，来今年啊播音比赛会当顺利圆满哦，感谢大家，祝大家平安，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来自各台湾省的人民支持与平安，谢谢你。在请到得力的小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想问小朋友一下，小朋友，你有去看神农大帝吼？面是乌色的还是白色的？先来乌色的，你知影无？你知道吧？小朋友都有读到历史，叫做神农氏、有巢氏、伏羲氏。然后有读到神农尝百草吗？啊，有读过神农尝百草啊？因为神农为了他要救人，他要做很多药。啊！伊拢先去食草药啊，啊，食一个中毒，啊，面就变乌啊。哦，啊，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神农大帝专攻，所有的神农大帝你看，伊个面拢乌色的，就是因为要救人。啊，伊食真侪草药啊中毒，啊，但是伊搁食另外一种草药啊解毒。啊，所以呢，神农大帝啊，《本草纲目》啊，为什么会流传这么久？啊，所以咱拢爱刚才咱来形容大帝。啊，小朋友知影无？啊，现在神农大帝的脸是乌啊，你知影吼？因为伊是为着要救人，吼、哦。好、哦，那我们谢谢。那后台遐做当主教，你看这个庙埕遮大。我往山龙山寺吼，本来应该含迄个大头湾加龙山寺含鹿港龙山寺平平拢遐久，但是阮就是遐一个遐尼大庙埕。哦，所以咱后台遐做当主教的时候，咱来当干事，决定买这么大片的土地，啊，有一个大庙埕，啊，咱来。老早庙咱开发展，
啊，咱的亲分中，咱才发展。吼，啊，所以咱嘛感谢咱所有咱的各干处，吼，咱的议员、部长，咱所有是个好朋友。啊，祝大家身体健康，满面春风，行路有风，事业成功，万事开通。我是高雄顺义工，那么祝咱神农丰盛季全国古镇锦标赛大会万万顺利成功。感谢大家，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立法委员许。刚刚就恭喜我所敬爱的乡亲，大家晚安，大家好。啊，首先呢，我先自我介绍吼，我是安高雄市议会的秘书长，我姓陈，啊，我的名真好记，叫陈顺义，顺顺义。今日有这个机会，啊，真欢喜，咱代表咱的议长。安尼拍一杂来参加我们今天我们炎帝神龙丰盛季第全国的高龄的锦标赛啊！安尼二舅呢，安尼二会二六个社长都啊庇护尔，啊长老带着安高雄市议会诶议员去参加波特兰市的姐妹市的拜访，本来安尼破议员啦破议长。长那边出发，啊，就是为了今日这个活动，所以伊无去参加，所以较多吼，今天较多一点，好无？啊，那多阿个单单厝长啊，放在遐吼，有滴宝，这个文化一定要传承下去，有滴个都来讲着讲，鞭炮的文化，我听到真感动吼，我话要请咱个鞭炮干部，啊，把这个地方的文化传承下去。所以我想你说吼，啊，这个地方的文化，你能透过咱遮的祈祷，作为咱的打拼以外呢，啊，你先把这个文化传承落下去，互咱遮的子民孙子子代代吼，大家拢来了解咱地方遮的优秀的文化，帮着把这个文化化作咱平时的生活习惯吼，啊，更希望呢，把这个文化会当在咱的生活当中呢，互咱的心甲心能够自在，能够归为平凡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呢更为无限啊！代表你就我们来拍一场，祝福我们这礼拜的多年的比赛，高望平先生，让顺利顺利，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大家，晚安，大家好。哇，顺利哈，顺利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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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哎，其实啦，暑期真正后壁啊，天天热热等，但是真正唔甘走。伊啊，去年哦，虽然是呾办第二天，但是伊个非常精彩。啊，我真会用哦，看到这一个正式开幕之前，俺大声甲连姊妹啊，有遐大个，有遐肥个，有遐瘦个，有遐高水个，一字排开吼，一口食食吼，来拍这最高个时阵啊，虽然微小，不过幼稚园个啊，俺只个后边特别大汉，但是只要到高水。你像你的家世吼，真正十足吼。所以我相信啊，以咱的苏家人的领导吼，我相信有这样的习惯，包括阿爸阿妈都会头疼。就讲听嘛，阿像咱的小朋友，苏家到底是安排的？所以我相信咱的青年勇，咱的党党主任，咱的所有党党主，现在是做精心规划，一年的参改，这整个在两千几几年当中，三月初啊，到十几年变来比赛。明仔载就要正式来开始，所以欢迎在新歌，大家小姐姐团，大家做来，哎，大声唱，叫来来分享，好不好？不要吼，这一系列的活动吼，是咱杨地是5336岁的这个诞辰啦，也是伊吼从金星渡海来台湾吼的三百十八年，啊，咱怎样吼？咱大城从六楼高面吼，伊是吼咱大城地区吼上重要的即个宗教信仰的所在之一。那伊嘛是咱新罗大地分量上大的一个礼物。啊，新罗刚刚吼，伊刚刚决定，他所有刚刚做的天德之下吼，咱这个炎帝神农丰盛季吼，来我的文化季，这样堂堂迈入第十届。啊，当然，今仔日全国弹鼓的比赛吼，起码是甲第三届啦吼。啊，起码参加的规模是愈来愈多，伊的估计基准也是愈来愈好啦。现在各位各个学堂吼，而且这个顶头艺术的这个文化表现吼，有正面的意义啦吼。啊，你要彩排进吼，或者创意竞赛，或者奥运，或者公开弹鼓的这个比赛吼，啊，然后大家都会带来这个参加。
来互咱即个地方个经济吼，会当更加好，吼地方个观光个产业会当更加进步。感谢吼，今日中期时代参与啦，啊，支持吼。